我们先看，现在我们在哪里？在睡觉。哪里？在睡觉。妈咪，可爱的贝壳，妈妈躲在那里。它里面有两只，那个应该是最老的，然后最大只，最大只。碰到我们的那个风都出来哟。好，很恐怖。干锅煮饭去，我这边去吃点饭。我这边去吃点，我这边去吃。不吃。来，弟弟 ，hello。我喂它，我喂飞机，我喂它吃。我喂飞机。你可爱。啊，很多只。哇，可爱。好酷。我很厉害，他们也是。来，那个我看，兔子在玩泥土，你看到没？好吧，那些应该也是他们挖的。因为他变，他变挖洞了。很可爱。有球。嗯，这个是犀牛。哇，还有一只站在他旁边。Thank you.
Hello， 还没有在看哪里？全部跑掉了。它屁股会动的。它屁股会动。Hello。咦，在擦草。Hello。Elephant。Elephant。哎呦。咦，你有看到大便吗？哪里？真的嘞，大便嘞。好了，我们已经走完整个动物园了，好玩吗？好玩。刚才谁喜欢？我，我超级喜欢刚才我玩的。我超喜欢，就是桥比较刺激。我超喜欢，就是会走无吃东西。好，我露露嘞。我还要这，还要妈妈吗？啊，这。我们的影片就到这里哦。喜欢的话，请爱的按赞、分享，还有订阅我们 Happy Dolly 哦。我们下次再见了，拜拜。哇，这么热情啊你！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啊！哈哈！啊！不要跟我拜拜，拜拜。他讲拜拜啊？他讲拜。